说是多么的艰难，每一天每一刻，我都希望我能在你们的身边，给你们温暖和力量。那些和朋友们打球的例子，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刻之一。每次有人在那里运动。我们也把我们自己呢。每天都在为我心痛。做成一个数字生命，在宇宙我们一起来相聚。现在的技术完全可以复活一个人，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。不知道您的生命中永远有一处空旷的让人心碎，但是生活的勇敢，选择感恩，选择正向，这会让我们的生命因有所失去而更加美好。这是我在天。在那里运动，打手篮球带来的快乐。对。知道您的生命中永远有一处空旷的让人心碎，但是生活。